很高兴以亚太竟然规划组织主席的身份祝贺澳大利亚签署米治公约75周年。米治公约为全球通用的计量体系建立了永久的国际框架。澳大利亚作为国际和亚太计量界的重要成员，在推动国际和区域计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我向澳大利亚在计量领域取得的发展成绩致以衷心的祝贺，并期待与澳方加强双边和区域合作，共同推动计量在满足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新需求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。